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金麦郎大金野拉面独家冠名播出的老梁故事会，我是老梁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讲这人啊，您一听可能很熟悉，谁呢？唐伯虎。这一想到唐伯虎呢，很多人就想，哎呦，那江南四大才子啊，那好多影视作品里都有他。最出名的这个周星驰演唐伯虎，唐伯虎点秋香，就最近这不是有个电视剧叫《江南四大才子》，人家刘恺威演唐伯虎，哎，长得也漂亮，年少多金，风流倜傥。那么历史上这个唐伯虎确实是位才子，但是是不是像影视剧里表现这样风流倜傥，一天也没别的事干，主要就泡妞呢？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唐伯虎不仅没有这么风流倜傥，相反是很贫穷，甚至倒霉。你看他的书画，在他死后这名气这么大，可是在他活着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荣耀。咱今天就给大伙说说唐伯虎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是坐拥八位夫人的风流才子，更是被老婆抛弃的潦倒男人，是年少成名的青年才俊，更是遭人利用的倒霉书生。唐伯虎是否真的风流一世？真正的他又有哪些心酸的故事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假风流真倒霉的唐伯虎。咱们看这个周星驰那个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边，你可人感觉这唐伯虎可真好，也没见他读书学问就那么大，也没见他是上班干点什么营生啊，有的是钱，就跟这个富家子弟，就跟公子哥似的，游手好闲，而且能耐还大。你看那个在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边对对联，可能什么对穿肠，最后给对的是吐血那段，我们现在可能很多观众朋友看了那都觉得可乐有意思。说唐伯虎这就是自来的水平就这么高吗？不是，唐伯虎呢，他的出身呢，不像是个影视剧里演那样名门望族世家，不是，他出身可以说在当时社会看挺低。他爸爸是干嘛的？开个小酒馆谋生。那个时候开个酒馆，这也算是经商。过去士农商贾，这个经商的地位很低，不如种地的。就他爸爸说穿了，小买卖人，开个小酒馆，在这谋生，其实日子过得很一般。但是呢，他爸爸呢不甘心这种日子，说我这辈子算完了，我得让我儿子呀将来有出息。怎么能有出息呢？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我得让我儿子读书。所以这个唐伯虎一出生呢，他爸爸给唐伯虎起名。唐伯虎出生那年呢是虎年，就是寅年，就这么给唐伯虎起个名叫唐寅，子丑寅卯的寅。他字伯虎，说为什么起这么个字呢？寅虎寅虎，这寅和虎对上了。伯是什么意思呢？家里老大。过去家里头比方说这个哥好几个的，按怎么排行？伯仲叔季，老大为伯，老二为仲，老三为叔，老四为季，这过去排行伯仲叔季。所以唐伯虎家里头老大，说一般老百姓那时候就有个名就行了，一般都没有字。姓唐名寅，字伯虎，他爸爸给自个儿子还起个字，就说自己小马文家，这是少见的，意思是对这个孩子寄予很高期望，希望他将来呢能够啊读书高中，光耀门楣。这唐伯虎呢也不负众望，打小呢跟着四书先生一读书呢，哎，看几遍就能背下来，哎，一提笔梅花篆字写的就很漂亮。十六岁那年就中了秀才，而且是苏州的第一名，这一下子邻里都轰动了。所以这邻里什么的，哎呀，这对这孩子看重的不得了。而那个时候呢，很多这个江南一带的文人墨客啊，也觉得这唐伯虎是个神童。你看后来跟唐伯虎交往很深的有那么几个人，文征明啊，祝枝山呢、啊。文征明他爸爸那时候就到唐伯虎家酒馆喝酒，哎，说这孩子真聪颖，你看这个提笔写字画着画真好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介绍谁呢？吴门画派的掌门人，也是创始人，叫沈周。这个人在中国书画界上名气很大，你呀拜沈周为师，好好学画画吧。就那么唐伯虎的绘画技艺是沈周教给他，后来唐伯虎成了名四家之一，名气是非常大的。那么唐伯虎当时呢就有这样的成就，你就是人岁数小啊，
要成就高，有时候自个儿受不了，那就驾云了，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。唐伯虎当时啊，那名气就大了，那自己你这么点岁数就神童，有什么什么的，说将来呀、啊，此子必能高中状元呐、啊，很多人都奉承他。哎，这唐伯虎就有点飘飘然了，而自己觉得我了不得了。可这个时候呢，命运给了他迎头一棒，家里接连出事儿，母亲死了，父亲死了，那阵儿呢，他爸爸已经给他娶了个媳妇儿了，不娶人十七八岁娶媳妇儿太多了，结果媳妇儿也死了，孩子还死了，他还有个妹妹，妹妹也死了，就那么三四年功夫，家里头这么些倒霉的事儿。本来唐伯虎应该这几年呢，赴京赶考，去中更高的这个功名。但是由于这事儿就给耽误了，在二十几岁的时候，唐伯虎呢决定进京赶考。到了北京呢，他认识了几个朋友，其中认识了一个江阴的富家子弟，叫徐经。这个人家里条件非常好，有钱。唐伯虎跟他一聊天呢，是说我就觉得我学问还凑合，你可比我厉害多了，非常崇拜唐伯虎。俩人一商量，咱结为异姓兄弟吧，拜把子了。这个徐经本人的能耐呢，那肯定不如唐伯虎，但是他后代里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咱们都知道明朝时候有个大旅行家叫徐霞客，徐霞客的曾祖父就是太爷爷，就是徐经。那他家后辈出了了不起的人物，那么跟这个徐经往来，那徐经是有钱人家子弟，他就清楚这个道理，就你将来要想当官啊，你也得跟当官的往来，你不可能说你将来要当大官，你现在交往的朋友都做小买卖，都种地的，不可能。既然来到北京了，我家也有门路，我也有钱，咱就经常跟达官贵人走动走动。尤其是咱这眼看要考试了，那考试有几个主考官，不定哪个是最后出题的，这我跟他们都认识。就这么的，这个徐经带着唐伯虎经常在几个主考官家进进出出，出出进进。结果呢，他们往来这些官员当中就有一位做了主考官了，由他来出题。赶到这个科举考试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出题呀、啊，他可能没显示自个儿有学问，出的是偏题怪题，就在这个四书五经犄角旮旯里找那么一个地方，你不注意的，很多这个举子平常都没怎么想到这事儿。结果这个题出来之后呢，大多数赶考的人相顾失色，没想到这可怎么写。唐伯虎和徐经两个人笔走龙蛇，刷刷点点，一会儿跟我写完交卷了。这主考官一看大为赞赏，唐伯虎了不起，哎，这徐经能耐也不错，你看这么偏题怪题，这两个人真可以。可是这个事儿，他周围那些考试人看不下去了，说这就怪了啊，唐伯虎是有两下不假呀，那徐经可一般呢，不比我们哥们学问大呀，怎么他这成绩还能这么好呢？不用问呢，平常这俩人总进出主考官家呀，没准就给人上礼了，送钱了，主考官把题透给他了呀，这个咱能看得下去吗？他们上去咱下去，告。于是这些赶考举子联名签字告。这一告呢，惊动了上头，皇上说这几年这个科举考场这纪律就不好，就是说背后有一些乱七八糟事儿，正好拿着事儿查查吧，就派了两个酷吏来查这事儿。这酷吏有的时候是只要结果不问过程的，把相关人士都给我找来。徐经啊、唐伯虎啊，还有那主考官都叫来了，集中审查。你不招吗？上大刑。结果这个徐经呢，经不住严刑拷打，就招了。怎么回事呢？他这个总在主考官家进进出出，他花高价钱呢买通了主考官的书童，出题的时候说这题写完了，说这字儿不好看，团了扔废纸篓里接着写，这书童就把这纸捡起来了，他出题可能就这个。徐经得了这题了呢，隔三差五他问唐伯虎，这事儿你怎么理解的？你觉得应该用什么典故来解释他呀？哎，这个起骨破骨成骨转骨啊，这八骨这 你怎么破题呀？唐伯虎就把该教都教他了，他其实按照唐伯虎教给他的，他写这文章。等唐伯虎自个儿呢，人这人能耐大呀，临场思如泉涌，以前想的不用我来新的，抓抓。就这么着，两个人成绩好。结果这一交代呢，这个审理案子人知道毛病都在徐经这儿，这等于是买通书童，那个考官是有过失的，罢免了。
这个徐经罪无可恕，都关起来了，抓起来了。唐伯虎呢倒霉，就这个事儿没他什么事儿，一审查也确实是他也没有，他也没钱贿赂，可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牵连到这个作弊当中了，那对不起，有任何这方面污点的你不能再考了，就是禁止你唐伯虎今后再参加科举考试。你琢磨琢磨，你要是唐伯虎，你这是什么心情，一身的能耐，因为这么个事儿交友不慎，窝窝囊囊的，这辈子不能再考了。你想这人得多倒霉，再加上家里人啊死了不少，心里本来就难受，这一来一路浑浑噩噩的回到家，就觉得天旋地转，甚至对这个平平常常这学问的什么都没兴趣了，就开始放浪形骸，天天往窑子里混，到青楼跟妓女什么喝酒。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唐伯虎风流才子，当年他确实有这么一段很长时间的荒唐日子，哎，就是个这种压力给他弄的，根本就不想正经的过日子。这时候唐伯虎穷困潦倒，所以唐伯虎这个经济上很是拮据，没钱，也仗着他这些文友画友啊，给介绍，说我这朋友啊确实画画画得好，您看好了，您买一幅接济接济的。这唐伯虎当时不至于饿死。而且唐伯虎那时候卖画卖了不少什么画，你们各位绝想不到，春宫画，说白了就是黄色画作，他不是逛青楼吗，画了不少这画。唐伯虎现在他的春宫画都有很多人愿意出高价买，就画得很好，笔触很细腻。当时他为什么画这个，迎合一些富商的低级趣味，本来他也不耻于这画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，但是呢有富商就点，我们就好这个，我们就喜欢这个，你得画。所以唐伯虎的春宫流传后世，其实是他自己自身际遇很悲惨的一个象征。所以唐伯虎呢这时候呢就属于人生的消沉阶段。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假风流真倒霉的唐伯虎。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大金野拉面独家冠名播出。转眼呢人到中年了，唐伯虎琢磨，我也不能就这么在家待着啊，天天我这画画画写写字卖点，有一顿没一顿的。正这时候呢他人生来了个机遇。什么机遇？明朝时候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政治事件叫宁王叛乱。这个宁王呢祖上呢曾经参与过靖难之变，哎，也是造反干嘛的，虽然是皇室宗亲，最后呢这个皇上对他不放心，就把他这一家一族都放到江西南昌，你就别进京城了。这个宁王就是世代的这个号宁王，到了这辈儿呢，这个宁王名字叫朱宸濠，也在江西南昌这待着。这宁王说起来也不是外人，你们看唐伯虎点秋香，我要发飙啊，就那位就宁王。这个宁王朱宸濠呢是当时明朝皇上的皇叔叔叔，而这时候明朝皇上的小孩也不理朝纲，跟挺差的。这宁王朱宸濠一看，我呀可以取而代之，但我要想取而代之，我要造反，我不得有兵吗？我手里没兵权呢。所以这么着，他开始私底下招兵买马。这时候旁边有人给他推荐，有个唐伯虎能为他。这宁王朱宸濠就把唐伯虎叫来了。唐伯虎这时候可觉得自己撑开腰了，拨开云雾见青天呐，一辈子就这时候痛快了，宁王肯用我了。可是在宁王府里他待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发现不对，他说宁王要干嘛呀，这会儿跟山大王往来，那会儿跟这个土匪恶霸流氓往来，而且还囤粮草，还打铁打造兵刃，这是要造反呢，这根本不是要太太平平过日子。所以这个时候唐伯虎很聪明，发现形势不对，他要造反，这是掉脑袋的罪过。而且唐伯虎判断他这个实力造反不行，跟明朝官兵根本打不了。可是这时候他不想惹这雷，一走了之，走不了了。要不说唐伯虎聪明呢，他想个主意，走不了不要紧，我装疯。宁王一看这疯了，搁我这有什么用，一天连喊带叫的，你说我把他杀了吧，人家说我不尊重这个有能耐的人。行了行了，给了俩钱回老家吧，打发人把唐伯虎送回来。所以经过这次打击，唐伯虎更消沉了。为啥？
就好不容易这么一个机会，一个差事，差点掉脑袋，拉倒吧，我这辈子别想了，我没这命。所以唐伯虎呢，继续以前那种生活，花前月下，啊，到青楼里寻欢作乐。所以后来唐伯虎就是在这样的日子当中，身体一天天不行了，死了。那么这就是唐伯虎这么一生，你听听，哪里风流倜傥啊？啊，哪里春风得意啊？基本上净倒霉的事儿。要普通人能耐差的，说你这倒霉，你能耐不行，偏偏他能耐这么大。所以唐伯虎其实啊，实求是说是个悲剧人物。那我说到这儿，有的朋友说，我可听不少传说唐伯虎九个老婆，那可是坐拥七人之狐啊，确实挺风流。说这个事儿是怎么传出来的？唐伯虎一辈子其实就仨老婆，唐伯虎第三个老婆名字叫沈九娘。九娘九娘，很多人以为这排老九呢，这上面还有八个媳妇，总共就九个。还有人说所谓这九个老婆最后一个就秋香，你看唐伯虎点秋香里不是最后那八个老婆天天打麻将，完秋香进门了也跟他们一块玩吗？有那么场景。说这个事儿，唐伯虎点秋香是不是真为了追求秋香，唐伯虎卖身为奴进了华府呢？这事儿跟唐伯虎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这是当时一本笔记体小说《耳谈》里写的，一个叫陈立超的文人为了能够追求心爱的女人卖身为奴，是他的事儿。而且这个秋香呢，其实是妓女，本名叫林努尔，要论岁数得比唐伯虎大二十多岁。你包括说卖身到华府伺候那华太师，这个华太师在历史上真实年龄比唐伯虎小27岁，就是这些人不可能揉到一块儿的。那个说为什么把他们捏到一块儿的呢？其实是大家个美好想象，就唐伯虎这么大能耐，你说遭遇这么悲惨，这么大能耐人是不是得干点咱一般老百姓干不了的事儿呢？就往他身上搁点传奇故事，所以这才把秋香啊、华太师啊、这个卖身为奴这些事儿啊，一股脑搁到唐伯虎身上。这是为了圆老百姓一个江南四大才子之梦，哎，就看唐伯虎能耐这么大，你得让他风流倜傥啊，这才符合他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位置。所以说，其实唐伯虎，他这一生是我刚才说这种悲惨而又倒霉，根本不是风流倜傥。所以你回过头再看唐伯虎写的诗，你就理解了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诗。如果唐伯虎他如果真是一生风流倜傥、寻花问柳、吃喝玩乐，他也不可能写出他那些传世诗篇。有一首诗是最能代表唐伯虎后来的这种虚无式的心境的，那就是在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边那首有名的诗。那诗是怎么说的呢？大家听的这诗写的很有意思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别人看不穿，不见武陵豪杰墓，无花无酒锄作田。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，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大金野拉面独家冠名播出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